红星大奖二十，青苹果奖入围的有杨俊逸，代表作品《志在四方》，胡林恩，代表作品《孝子当家》，黄尹恩，代表作品《信约之唐山到南阳》，卢凯俊，代表作品《信约之唐山到南阳》，陈诗雅，代表作品《爱情风险》。红星大奖二十，4月20号和27号星期天晚上7点，8频道现场直播。